我们可以享半价的优惠。那转乘优惠的部分呢，如果你是搭乘国道客运、台铁或是高铁，在10个小时以内，然后去转搭在地客运的话，那我们也可以享基本里程跟一段票的优惠哦。那这个是我们搭乘运输工具优惠的部分哦。等一下站长也会详细来说明哦。那我们其实公路总局在连假前跟连假的时候有一些管理的措施哦。例如在连假前的话，我们有召开了相关的疏运的协调会议，还有我们也会督导业者哦，做好车辆的保养，还有行车前的安全检查，还有工时管理的部分哦。那相关防疫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哦，所以我们有要求的，如果在假日的话，要2个小时就要消毒一次哦。